小千来了，小千，谢谢小千的梦幻星座，是在说金牛座是梦幻星座、啊，好像上次没有来，是忙吗？这个是哦，芒果冰蛋挞 ，Hello， 芒果冰蛋挞，谢谢德瑞气球，跟哇魔术花生，花生可爱一点，花生的热气球，我觉得很熟悉的背景，我把那个。会吸光的粉红色布拉掉，它会吸我脸上光。我每次看我直播的时候，发现太凉，音乐好像有点大声，它会把我脸上的光吸掉，我脸变黄色了。下次好一点。Hello， 谢谢柠檬的比仙仙跟玉安的热气球。我相信你们应该会把礼物丢给我的那个怀念的背景。哎，傅伟来了，谢谢傅伟爱的小熊。斯坦说：“好久没听你，没听告诉你一个秘密，那个很久了耶。告诉你一个秘密，是不是差不多一年前的歌了？你是要点歌对吗？我都差不多快忘记怎么唱了，你知道吗？因为过得有点久了。来看看，好怀念哦，真的有点怀念。来看看嘞啊，哈哈。”大家晚安，吃过了没晚餐？哟，嗨，欧乐 B， 一开始就来红色高跟鞋，赞啦！我也是刚好看到他在我的推荐上，然后就哇哦，来唱一下，因为我难得找到一首我没有唱过的歌，在你们就是的直播上。我其实不是很想听耶，我觉得听了会想起以前的事情，就会有点复杂的感觉。思涵，这首是点给你的，我们来怀念一下。这个哈流是新朋友吗 ？Hello， 晚安。上次睡过头，哇，你睡到了整个两个半小时，哦不对，三个小时，哎，我是播两个半小时，对不对？对，是吧，没错吧？对，你睡到三个小时了，我还想说，奇怪，那个时间快到了，为什么小千还没有来？小千跟乐乐怎么都还没有来？光明顶好亮啊，是在说我的头吗？谢喽，不要勉强。勉强什么？西西说什么？哦，你说那个这首歌吗？不会，他刚好就是思涵讲到这首歌，我就想说，好像可以来播一下，对不对？让你们听一下。哦，这个音乐 ，Oh my god！ 哦哦，这好久了，天啊，怎么唱？我还看 YouTube 上有那个。是我在直播上唱，然后把它剪成精华，对吗？这首歌真的好听，我觉得 Pink 应该要把它做成专辑的。我觉得唱好够啊！不要，我可以不要唱吗？我可以不要唱吗？我唱会想笑。还是过去的比较怀念，小千是不是比较喜欢现在这个背景？我没有，没有想哭的感觉。我现在看的这个 MV 很平静的，只是我的表情看起来不平静。Hello， 流星哥，流星。哦哦哦哦，怎么跳来着？啊啊啊！对。等也不到，好，然后变成背景音乐。哎，花生续费了粉丝团，谢谢花生，花生都默默的支持我，还有洛里乐四叶幸运草，然后我的那个马甲是不是它会变成一半的脸？我只看到你们一半的脸呢，怎么会这样子？不像中央空调，将我你我。都只有你我，可是我想你的念头。
哎呦，叮当鼠，好久不见了，叮当鼠，最近好吗？谢谢傅伟，傅伟的事业幸运草。嗯哼，不想明明还不明白，我猜不懂你的不懂，就算明显暗示你却始终也不懂。Hello handsome, I am fall in love。表情把我出卖，没你知道我的所有希望依旧被带上。Will you will be mine？ 汪汪，听说你这次公演出道的歌曲变多了，陈恩说的，没错，这次表演的四首，对，所以应该只会越来越多啦，越来越少代表就是我的问题了。对对对。我自己觉得这次虽然脚很抖啦，就是转圈的时候没有站稳，但其他部分好像有符合预期，没有跳得太差。开集可爱、智慧与美丽于一身，代表善良与完美的天使汪汪。草莓讲，你今天还好吗？你有没有不舒服？你怎么今天讲了这么多称赞我的话？我受宠若惊。翁姐教我台语，副委说。护卫，我家你大意是耽误你的人生，你的大意人生 ，OK？ 哦，好了，我们该换首歌了。我现在会忍不住想要看那个他的 MV， 就是我们之前的影片。嗯哼，看看有什么。哎，其实我觉得我应该播一下其他团的歌，对不对？来播一下啊！可是这有点久了，这真的有点在考古了，你知道吗？那我先私心播一下 Bruno Mars 的歌好了。Hello， 汪汪与 Hello 晴天，我每次都在考虑我到底要讲哪一个名字。我想汪汪了，所以生日会买票了哦。叮当鼠太好了，你会来是吗？我们的生日会绝对不会让你绝对不会让你失望的。我们有特别精心准备的一些小惊喜，哈哈哈！先预告你们，所以现在如果还买得到票的话，你们可以参与我们这次的生日会，这次人也比较多。点你会唱的魏如萱的歌，小千，我上次唱过好多魏如萱的歌，对不对？但我好像把它唱完，对不对？唱完魏如萱，不一定要魏如萱啊，其实其他歌手也可以。今天的造型有点怪好，我那天有大喊这一句，你大概没听到吗？你说教你台语吗？我没有听到，我真的没有听到。你是在那个我们在比手画脚英语问答的时候，对不对？我完全没听到，哎，我完全沉浸在一个我要讲什么的宇宙里面。因为那时候超英文，我想说啊戏呀戏呀。如果是台语的话还好，你知道吗？台语，毕竟人家我也是有开台语专班的，对不对？这个对我来说是小菜一碟 ，OK。但英文的话，我就有点挣扎，然后当下又有点不知道要讲什么，你知道？怪好看，我要回一下这个欧乐 B。哎，你如果把名字改成欧乐 B， 我会更开心，因为这个是你在我这一台里面的名字 ，Lori 笑。今天吗？我觉得好像是因为背景的关系，我发现那个粉色背景有就是负面争议的感觉。我就知道，西西说，你就知道什么？等一下，前面说了什么吗？我记得西西刚有一个弹幕，对不对？说不要勉强，然后我就知道，咦，这两个有关联吗？西西，哦，对了，然后西西，我有看到黑流星跟西西的留言，刚刚你们有讲到这件事情对吗？黑流星的留言我看到，说什么你原本要出席吗？是吗？还什么？我看到你是你的旧留言还是新的留言？说你原本要出现的，但是没有，但是可惜你看不到我之类的。我记得我这不就来了吗？西西是说他就知道我要，我要讲怪可爱的，你太好猜了，我的 B。你知道做人要有点神秘感，就像是你的名字一样有神秘感，完全没有关联。然后西西的话，我是想跟你说，我看到你的留言，但我现在我觉得许愿吗？许愿这样很拍谁？还是说让你们
你们来猜我喜欢哪一个，这样会不会很困难？Hello， 钟颖，钟颖晚安，晚上好。看看，都过去了啦，展望未来。虽然我知道要忘怀过去很难，我花了一年多。小千说，是没错啦，但是我不知道，可能年纪越大，也不是说我今天真的很老，24岁很老什么，但是我觉得人到了一个年纪的时候，你就开始回忆过去，你可能时不时你在放空的时候，你就会想到，代表说你已经老了，这是初老症状，初老症状，小千你知道吗 ？Hello CJ 103晚安。大夜班太累，小千你今天有班吗？今天大夜班应该也是10点半左右，对不对？Mohan 是谁？素水，你素水，我来看看你的头贴，你是弟弟吗？谢谢傅维的华子鸡嘴，主播晚上好，晚上好。Mikalo， 只有 Mikalo 的脸是有完整的呈现出来耶，那个马甲的部分是不是马甲的太长了，所以显示不出来？哭啊，都可以啊，猜猜看好像也不错。好，我觉得让你们猜好了，因为我是真的有一个看到，然后马上就，哇，这个很赞。希望你们应该懂吧，你们跟我这么多直播应该懂我的口味是什么。OK， 交给你们了。我觉得心意是最重要的。OK， 你们今天如果送我一个小花花，我也很开心，真的。看到弹幕过去是什么？我刚刚。忙着讲我讲自己的话，没有看到弹幕。当时还等一下，我努力的回。每一次直播都一定会出现我努力的回这句话。陈恩说弟弟五二的歌吗？没错，陈恩我记得是来自于弟弟五二的粉丝，对不对？你可以点一下你喜欢听的，你不用在意我的那个想法，因为这些都是以前的好友好战友们的歌，所以不用担心。哦，超棒的，最喜欢有。D 五二也成为追忆了，耶稣基督，为什么要这样？你是国术对不对？你到底是不是国术？国术会这样讲话，真是太稀奇了。来看看，好久没听龙王唱 D D 五二的歌了，好怀念啊！你们现在是一首歌就勾起你们的回忆了，是不是？不要给我到时候每一首歌都来点，真的是考倒我了，我还不见得会唱。思涵说你还有7天，生日快到了。其实我7天嘛，对耶，下周的这个，对，下周的礼拜三是我的生日，虽然我很想面对，时间过得越慢越好，拜托拜托拜托，千万拜托，到了5月19就24岁了，我很不想。想问一下波波，如果喜欢上小有名气表演者要怎么？机械少女吗？为什么要点这首歌呢？好啦，可以，你们想点是吗？我继续回一下，请问一下下周生日当天会开播吗？ Ola B 说5月19那天会开播吗？不会，那天我确定不会开播，因为我已经交了直播表，然后那天是没有写的，没有，是空的。小千说喜欢上小有名气表演者要怎么？为什么？这句话什么意思？你是说喜欢上某个，例如独立乐团主唱，例如什么什么
双人合唱团的某个人之类的吗？为什么会有这个问题嘞？这个问题好困难哦，我想想看，我怎么回答你？好的，没关系，但是会在这附近，在十九号附近播，仪式感，仪式感有就好了，不要在当天播，我会有更有那种我要老了的感觉，先不要。喜欢你啦，哦，傅伟是吗？小千他说的是我吗？是吗？酷酷猫说，哈哈，今天考完试了。恭喜你酷酷猫，你们成绩出来了吗？虽然我很不想让你面对这件事情，如果你是学霸的话我可以问你。还好吗？还好吗？你们试题难吗？其实我们都比较在意的是那张试题难不难，不太会在意考后成绩。我都这样子，我不知道为什么。这次公演最后还是没有喊出嗡嗡老鼠胆，为什么？为什么？你是说喊call吗？你为什么不喊？你为什么不敢喊？你是怕我看你对不对？因为我其实有在那天公演上听到有就是零星的喊call声，所以我只要听到那个声音，我就会回头看过去看是谁，看是谁没有被我看到。结果我发现，洛人校处坐在山顶，对不对？你是不是有喊我？但我没有看到你，我只有看到西西而已。西西的那个牌真的很大，然后西西因为是女生，所以很显眼。然后其他的有听到其他男孩子喊的，我真的就看不到，太黑了。我必须先跟你们说这件事情，我对不起你们。我是说我坐在右边位置，拿着奇怪的手灯，不晓得你有没有看到。你是坐在我的另外一边，对不对？左边就是我是，这是舞台，这是你们，对不对？这是你们，这是舞台。然后不黑流星应该是在这边。但是我通常都是在这边。最后的谢幕啊，我听到有人喊了，但不知道为什么就没有胆。哎呦，你们他弹幕好快，没关系，我坐在山上，不，当初都给我的，我很努力在找那个位置，我还看手灯颜色跟牌子。但是我想说啊，那个跟我说坐山顶的唯一艺人就是欧乐比了。米加乐，没关系，你喊，我也搞不好不。搞不好我也不会知道是你。如果你怕被我认出来的话，你们可以一起喊，这样我就不知道你有喊我了。很聪明吧？谢谢杨公公的星座跟 Migalo 的 Love， 你可以小小声的啦，说不定其实我在舞台上听力很好，我可以听出米迦勒的声音。如果这样的话，那就是真爱。我的声音感觉很好认，没有，我可以学西西是怎么喊的，西西是这样，拿那板子，哇哇。生命在呐喊我的声音，然后我的名字，然后我真的是一听就一听得出来是西西的声音。乐乐也是，你们两个是真的是同个派系，我真的笑到不行，知道吗？哦，好，继续回留言，100分给过，傅伟是不是要跟上一下？你看，你可以拿出大概200层的力量喊一下，我就会知道是你了。稳定的舞台。立场不一样，什么意思？稳定的舞台立场不，你是说对方是一个稳定的表演者？不过下班路我倒是有大喊哦，我好像有听到哦，有在尾声的时候有听到，但是我只没有听到后面的我而已。我在上车的时候是不是有人在？就是突然放了一炮，我就谁？你们弹幕都很刚好的一起出现，所以我。可能会读的比较慢，我要先回一下小钱。你是说，比如说对方是很就是比较知名，可能是算小明星，对不对？然后你们可能在某个场合上遇到之类的，然后你就认识了，这种概念吗？西西说，我觉得以第一次跳那几首来说，表现真的很不哦，真的吗？西西，这是很好的鼓励哎。那其实那天我真的好紧张，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看出来，就是脚没有站稳的事情，即使我穿平底鞋还是很晕。我们到后台的时候，其实我在讨论这件事情，说，哎，可恶，关键的那句居然没听到，下个月吧。你一定是这种，哇，我爱你，这样子，你是不是在刁难我哈？你是不是？我绝对是没有听到那句话的啦。希望不是我耳背，是应该是你喊得太小声喽。
希望这次生日会能如期举行。其实我觉得有一点小危险，因为生日会是在6月20日，还有一个月的时间。但你知道今天已经爆出了16例，真的是太令人害怕。所以我觉得有，不是，我不是以公司立场说，我觉得这样看有点可能，这样看情况来说可能有点难举办这件事情。我不知道，我很害怕，我的生日会居然要被抽掉啦！啊！我要讲什么？我说我们到后台都有在讨论说，在舞台上都很晕，明明有吃饭，有就是做好睡眠充足，就是我昨天晚上都有睡好，可是只要一上台就开始很晕，很晕，很晕，很晕。有成员这样跟我反应，然后我也看他们说，我也是欸，我以为是我太紧张，不知道为什么。来播 HKT 新 MV 吧，小易说 HKT 的新 MV 来看看。HKT 新 MV， 哎，对，我等一下，我刚刚说要播那个 Pink Fun 的 Secret， 对不对？听听看他们的版本，是同一个版本吗？还是不同版本？好的，我继续。生日会靠嗡嗡抽我上台了，哎，不好意思，我的手气一直都不是很好，所以不要指望我可以抽到就是在场的各位，我的手气真的一直都不好，所以你要希望，我不要抽到你，这样我才会抽到你。会不会延期？小佑说，目前还不知道，我们还有在正常讨论生日会的情况，所以应该是我不知道，我不敢讲，我先不要说好了，我先不要说。我那天有大喊这一句，你大概也没听到吧？你喊了什么？你到底喊了什么？傅维，你是喊了什么？我被牵走了，我要把它关小声一点。我也买到生日会的票了哦，乐乐太好了，这样你们好多人都到齐了耶。我就是希望看到这情况，因为我上次生日会的时候有很多成员，不是很多成员，很多粉丝没办法到场，但是这次的话比较不一样。比较不一样，所以我希望你们可以来看。我比较怕生日会乌梅会炸掉，拜托你要想，如果是之前那个生日会会场的话，我们去才会炸掉吧？那间比较小一点，很容易可能我一个大叫，那个屋顶可能就飞走了。台语专班，我看是台语放牛班吗？那个叫什么来着？国什么奖？国术。国术，你的台语，就烂，怎么讲？哎呦，我不会讲，可恶！我今天台语怎么回事？一定是我没有吃台语补充完的部分。什么是台语补充完呢？就是吃了台语会变厉害的东西，台语药剂之类的。爱台语。来来来，帮我翻译一下这个东西。国术你的台语真正烂，真正烂。OK， 可以吧？听得懂吗？谢谢嗡嗡有看到山顶的我，其实没有到很山顶，但在我还可以分辨得出来是你的部分，那应该算是半山腰对吗？而且只有一个女生的声音真的很明显，我就是那个眼睛一下就可以对上你的板子。谢谢阿元的梦幻星座。今天背景不一样，中影这个是跟你介绍一下，这个是在就是我休息以前的直播的背景完全没有改变，我只是把那个粉色的布给抽掉，因为那粉色布其实会吸光，让你认识一下，熟悉一下这个环境，因为以后应该就是会这样子。晴天说，怎么离可以去台湾的机会越来越远，希望你明年的生日会可以飞。对啊，我都没有问过，不对啊，因为我以为我都，如果你们没有特别讲话，我会以为你们就是来自于台湾的朋友。所以晴天，你是哪里的？你是澳门吗？还是香港啊？你是哪里的朋友呢？欧乐比说：“我这不哦，这个刚好看过了。我这留言是很久，这个是10分钟前的留言吧？”Hello。
Tisha 想晚安。傅伟说，我猜我坐第一排你也没看见吧，你那天是不是没带银眼？对，你坐第一排我完全不知道，就是摸黑你知道吗？可能戴帽子有点哈兹卡西没胆喊，虽然后来有点后悔，你如果戴帽子才不应该哈兹卡西吧，对不对？你如果不戴的话，我才会完整看到你家的脸暴露在一个天空气中。所以戴帽子的话你尽管喊，我可能也不会知道。不行，我要规定你家了，下次你来我的公演，来我们的公演或是生日会的时候，麻烦你大声的喊出来说我是米家乐。拜托你，你可以不用喊这么羞耻的东西，没关系，可以讲一些具有辨识性的话。哦，对，那天我其实眯着眼睛在看大家的字，其实我一直以来都没有戴银眼，我从高中之后我就再也没有戴过银眼，我也没有戴眼镜。为什么我看得到呢？因为我有很严重的视差，我这也是就是远视负的，这也是近视300度。你看这样我怎么看？我就是靠右眼在看，所以其实我眼睛不是特别好，就是这样子。我上海的时候也都是这样，可能近视变深的关系，看不太到你们的字。那我下次谢谢哎，等一下，你们太快了，我现在就大喊我阿伟啦。你可以讲台语，你讲台语，这样我就会知道是你，因为阿伟可能很多人都会回头。谢谢尼摩尔跟那个杨公公的礼物。你们讲台语好了，这个就共通点好不好？就是如果你们要喊我，然后又怕我不知道你们在喊的话，你们就讲台语，证明你们是我的学生 ，OK 吗？生日会我也有买到，哎，真的吗？太好了，好多人可以来哦。那你们可以答应我一件事吗？你们可以就是在衣服上或是什么？等一下哦，离我最近的一次大概是我右边有人喊我，那时候我一直在想要不要喊你，旁边的是谁啊？你知道吗？如果有人喊，你就叠上去就对，叠上去我就听不出来谁是谁。还是你跟我，你是想要被我认出来，还是不想要被我认出来啊？米家乐，你是个矛盾的孩子。我要讲什么？我说哦，对对对，我说因为我之前在你们有些新朋友还没有认识我之前，我都会跟他们说，你们要带个什么牌子让我知道你们是谁，就是可能我远远就看到你们，这样会比较好，这样我就可以熟悉，然后在直播上可以跟你们分享我对你们的感觉，或是我们互动上的感觉之类的。我上次 A 牌，你看我扇子那吃力的样子，我就知道不妙。哎，对耶，上一次你拿那个牌这个什么扇子转过来的时候，我还看了老半天。陈心宇啊，路人一下，我要看啊，橘色口罩啊 ，OK， 欧乐 B。还是你要不要带一条牙膏？你去买一条欧乐 B 牙膏，把它的纸盒捡起来，然后当做口罩这样。哇啊喂啦 ！Hello， 阿罗哈克，哎 ，Hello， 阿罗哈克运是新朋友吗？阿罗哈克运 ，Hello。小佑说生日票卖光了，生日会票卖光了吗？居然吗？好吧，其实我不知道什么时候卖完，也不知道什么时候开始卖，真的对不起你们，我资讯非常少。哈，这太蠢了吧，这样才有辨识度啊。而且你知道远远的一看到一个那个有具有 logo 而且很大的牌子贴在口那个口罩上，哎，不要，这样不好。不行不行，现在疫情很严重，我们不要贴在口罩上，你可以拿来做一个什么眼镜啊，或是贴在衣服上，或是你去做一个我拉比的 T 恤。国树切尔东米加勒说，你说那一场旁边是做国树跟切尔东是吗？那这样子的话，他们哎，拜托，他们是人来疯类型的，他们喊的都比谁还大声，你去喊了，真的声音是合在一起 OK 的啦，对不对？姬思阳说火星人赞赞，是不是火星人赞赞？哎，我的音乐呢？哎，我的音乐呢？哦，我按到暂停了。第一次来看汪汪直播就有点想笑，博成吗？博成，你居然有勾勾呢？你不是第一次来看我直播，你以为我不知道你吗？哈，博成，那场我还是很冷清。米加乐，我决定，我要来规定你这件事情，不然这样我永远都跟你错过擦肩而过，很可惜耶，不觉得吗？老公说，回忆过去，痛苦的相思，我不要，有声音哈。
我在两个月就要23啦、啊，今晚有大夜班哦。哎、欸，你怎么刚好都是在我要直播的时候上大夜班？还是因为你每天的班排都很满？你是说坐几休几？坐六吗？还是坐几？封城，哎、欸，这个我来记住你的名字，叫小右对吧？小右，谢谢你的爱心，我要记住你的名字，因为我都会念成前面那个。小千，你是弟弟呢，小千，我好像都没有聊一聊，都忘记，其实你那个你小我一岁，弟弟。我是说，我坐在右边位置，拿着奇怪的手，哦，这个有看过，哎、欸，这个是15分钟前的留言呢，谢谢悠悠的比心，现在几分了？我是不是大的延迟留言了？谢谢悠悠的比心，再度比心。OK 的，有内情，没有内情，我很安全，好吗？担心什么？我的留言跳掉了，我的留言。我的柳爷不见了！谢谢严公公的掌声鼓励。不行，不要唱歌，不要唱歌！我现在找柳爷一下，我没办法一次做两件事情。我超级尊重自由意志的人。谢谢中影的热气球，你的头铁太正了吧？这是哪一位前辈？哦，是栗子前辈。我远看想说是哪一位前辈这么正，吓死我。麦欧北贡，我上周在景美忙啊，亲爱的，我想说，我那时候心里我还有在呼喊，你可以去看直播的那个尾端的部分，我还会喊说啊，乐乐跟小芊芊怎么没有来？那天我还难过哎、欸，期待你五月升血液，哎、欸，对哦，我五月升血已经出来了，各位，虽然我还没有放 IG 啦，但是你们可以先，我大概这一两天会放，所以你们可以先去我的 IG 上品乓几类。对，去乒乓几雷 OK 啦，对不对？因为这次的升血是空姐，然后因为我看起来有点老，如果再搭空姐衣服看起来会更老，所以说我应该要修一下图啦，再放上去啦，修一下图再放上去 IG 啦，你们到时候再来看啊。水桶也蛮复古的，水桶那个是好久以前的了，希望有一个水桶主题。今天留言超爆延迟啊！哎、欸，对啊，为什么？我今天有搞维吗？有吗？我刚刚洗衣服前的留言都洗好晾好了才听到，是不是延迟20分钟了啊？哎、欸，你们不，卡吉玛，我念快一点，你干脆唱给萧敬腾的歌啦。我还踮着脚思念，这个吗？我这个是换 ID 啦，没有开新账号。哦，你换 ID 哦，我想说没有勾勾应该是开心账号。国叔，你看你多久没来看我了？你还是你都没有签到。滴滴，我最喜欢的歌是《暗恋假动作》，但其他有汪汪的歌都喜欢吗？哎、欸，《暗恋假动作》也很好听哎、欸。那天我们那时候在比赛的时候也觉得《暗恋假动作》这首歌很适合出歌。暗恋假动作有了，《暗恋假动作》。希望我不会被牵走。不过熟悉的歌总是会忍不住想要去听他几句。男团我报名胜算多少？你可以去报名啦，你可以去报名。他们现在如果还没截止，你赶快去报名玩玩看。你去那个弹 bass 给他们听，噔噔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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搞不好他们就选你进去了。我不太看男团，除非要乐团吧，要够摇滚够 man 不行啦。原子少年感觉就是走偶像系列的，跟女生是一样的耶，只是是男生版而已。啊，对，你们说要听机械少女对不对？我都忘记了，机械少女跟 HKT48 的新 MV 对不对？哦，我真的是没办法，机械少女好。
好了啦，24而已，八月我也会追随你的脚步的。你呀、啊，你比我小在那边，而且男生没有差，女生有差，好不好？我的胶原蛋白一点一点在流失，男生根本没有差，越沉越香，好吗？我讲过，我从那个去年的时候就讲过男生女生的那个年纪的差别，我好像一直在讲这件事情，重复的，我都不知道我那时候怎么了。我错过了什么？我也喜欢我也不和浪告白。乐乐，你错过很多、哦，他们前面都用弹幕，所以我就只能优先看到弹幕的东西。所以，我才不会害你。类似，但是我没有人家优秀，认识立场是在台下认识的。嗯，我觉得你可能是，如果是见面几次的话，要不一见钟情，要不就是真的是很欣赏他的才华吧，欣赏的最高级之类的，然后你就会觉得，哦，我是不是一见对他一见钟情之类的，这种感觉很容易有，我能理解，就是对一个哇，他能力很强，他会作词作曲之类，我假设作词作曲啊，然后很有才华，你就会哇、哦，我好想跟他一样，这种感觉。我都会这样，我就会想说，我一定要让自己变成那样的人，然后我就会开始疯狂的逼自己做一些事情。数学炸掉了，酷酷猫，你是，哎，我上次有问对不对？你是高职对不对？高职数学，那你们考的数学应该是比较简单的数学对不对？哦，对不起。我的声音感觉很好认，是啊，西西你也知道，你的声音是非常洪亮的，你的声音可以盖过所有人的声音了。你讲我就知道是你了。嗯，我这次坐 B 排，阿哲说，不过没有拿你的应援木，你应该不知道我是谁。对对对，我通常都会先以我熟悉的脸或是熟悉的板子先去看，然后再来认这个人到底是谁。我边表演边唱边想，是谁。然后还有塔瓦哥坐在我眼睛，这次塔瓦哥坐在我的那时候在跳什么搬家了吗？哦，他坐在我正前方，我这是在正就是前面那一排。然后我去看，哎，塔瓦哥今天就是也很哦，坐到第一排哦。然后我就对着他唱歌，因为那时候我只看到他一个人而已，其他人都太暗了，看不到。听得出来吗？我的声音嗡嗡听过吗？没有，米嘉乐。如果你尝试的要喊出那个声音，那那个声音听起来应该会像是在发抖的声音，那这样我就会知道了。100分让我想起主竹陈恩怎么说这句话，能带给你欢乐也是很不错。我记得那时候我是在学西西，对不对？我这个月没看公演，感觉错过了好多，可恶。没关系啦，反正这四首歌之后还是会表演，等于说你会看到一样的表演，可是 MC 的主题是不一样。我可以跟你说，这次 MC 的主题是用英文、台语或是比手画脚来形容成员，然后让大家猜这样子。这次是我们的 MC 主题，你可以想象一下，然后补一下那些画面。在嗡嗡家放鞭炮吗？问号，是不是有点小声啊？有点小声去了。来看看这个，刚刚是 HKT48 的新歌。少凯温馨提醒：小心灵。哦，真的吗 ？Sorry， 我没有发现。你们全部都有弹幕哎、欸，太贴心了吧！谢啦。哎、欸，这些 T 恤居然这么松吗？好，这样可以吗？感谢你们，这样，好，完美耶！我已经准备取消就改买深血了，什么意思？阿哲，你要取消什么？你要取消我的生日会吗？你要取消什么？阿哲，讲清楚，你要取消什么？我不要看到取消这两个，不行，不能。你要取消什么？这样别人看到会生气，因为其他人都抢不到的。说，
如果升血就没有差，升血好像没有抢不抢得到的问题。陈佑英，佑英 ，Hello， 晚安，佑英。这次升血出之前就要发下宏愿，翁翁回归的第一次升血要来抽王子笔，真的吗？没事，北市本来无一物。问号，是还是嘞？等一下，米嘉乐是不是讲话越来越母汤？你是不是被我教坏了哈？米嘉乐，你原本不会这样子的哎，你，哈，我没有自己说无一物，你竟然说我无一物，安内会塞不？哈，安内会塞不？这次就真的给我出啦，我还不买个八包压压惊？好啊，米嘉乐，我就看看背后数据是不是上面有米啊？要死我！哦，刚发生什么事情？他怎么转了一圈了？我就偷偷看数据啊，然后偷偷问一下那个，到处问，哎，你家的本名叫什么？这样，好了，不要啦，八包太贵了啦，八包你们就是不要让自己没得吃饭就好了，真的，我觉得吃饭是比什么都还重要的事情。生日会应该会很吵，有两个最吵的，没有，不对哦，是有五个很吵的诱因。安安，请问今天延迟多久？思明，哎，思明好久没来了，思明好久不见，思明，我大概延迟了30分钟吧。又因说我预算花在套票上了，所以没钱去，没关系，套票也约比较难得一点。比较难得一点，没关系，明年还有，明年还是拆屋顶组合，毕竟五六月的那个阵容是不会变的。延迟测试现在9:07，我这边显示26分，看20分钟了，要求我。哈，我刚刚按了什么？为什么突然跳出直播间？你可能按了喜欢主播，然后就自己跳出直播间了。在外面，我倒数第二排啊。在外面，你拿着一个红色的板子，然后蹲在地板上，这样对不对？其实你在那个我们要到乌梅的时候，我在车上就有看到西西了。其实，只是那时候我一下车的时候，你知道，刚好站在我的死角，我看到你拿着红色的牌子，然后站在非常的前面，你还冲到前面去，被我看到了。芒果冰蛋挞，哎，蛋挞，我想要下次口味要吃什么？我要吃。现在夏天适合吃什么呢？我要吃飓风葡萄蛋挞，很神奇吧？希望那个肯叉鸡可以听到我的心声，把所有的台湾水果都出一遍，这样我绝对每个都来买来试。熟悉的地方最对味，熟悉的背景最对味。嗯哼。原来是这样撤掉，我以为是拿去洗了，所以今天没用背景。老公，你不觉得这样子看起来比较舒服吗？就是也不是比较舒服，比较有那种怀念的感觉。然后这样子看起来脸色也比较好，脸不会有那种忽暗忽亮的感觉。今天皮肤看起来很赞吧，对不对？赞吧，吼！嗨嘿，高嘉诚，谢谢你的比心。为什么看留言要咪咪眼啊 ？T 恤阿翔，因为我发现我现在都要用那个聊天啊。谢谢高桥城的看好我，我也不知道，就是这样看比较清楚。我睁开眼睛看它会反光，然后我现在看留言都是把那个留言放到最大，就是占满，已经要淹到我的脸。放小了我是看不到的，跟老人家一样。天哪，我的天，果然没戴隐眼嘛，我就想说我好像看不太到。是啊，没有，我已经好久不戴眼镜跟隐眼了，完全不戴的那一种。只是现在近视变深，就真的没法懂，可能要去配眼镜了。新加坡的朋友啊，台湾的疫情我也有关注，看几时可以去台湾。哦，对耶，那个晴天有说新加坡的朋友嘛，然后说那时候有跟我们说，那个都是看台湾的综艺比较多，我记得是。台湾综艺跟 TP 都有在关注，那时候我记得台湾现在疫情，我很害怕，不敢不不要我们不要提不要提莫提，越不提越可以假装没有这件事情啊，不，
可惜我也没在台湾，不然公演生日会都会到。哎，杨公公，上次我们有聊这件事情吗？杨公公，你是新北市人不是吗？还是你出国？你出国工作？就算今天衣服很 safe， 可是请你注意领口，它是不是会一直往下滑呀？我发现好多人都在提醒我这件事情、欸。Look like，嗨，谢谢你的热气球，我决定要让你的名字变成酱油洛梨，不错吧？酱油洛梨。我来这边避难，避免被祖祖把耳朵摧残毁掉。祖祖那台现在发生什么事情了？有人可以告诉我，来帮我现场转播一下吗？郑好威来了，郑好威走了吗？郑好威还在吗？嗯哼，我来看看你们的留言。英主那场我就误入大佬群哦，这个我刚刚看过了。可惜我也不在台湾，哎，我是德国志。你也知道哇？你是不是平常家里都用欧乐 B 的牙膏？不然你怎么会知道这件事情呢？你现在完全融入到这个角色里面了，我看你挺开心的、啊。那我帮你取这个名字是对的。欢迎大家来排队帮你们取名字哦，算命取名，来掐一掐看你的生辰八字，然后是个什么名字。生日会昨天中午开卖，刚刚查的。你真的很融入这个角色，你会不会下次真的就拿起一条牙膏，然后跟我 say hello 了，然后把牙膏丢在台上让我剪这样？那你告诉我你生日是什么？我寄 一箱 Ola B 的牙膏给你。小千起床前票卖完了。小千起床是晚上的事情吧，对吧？如果以我的认知来讲，所以是中午开卖晚上就卖完了，乐乐说的吗？嗯哼。安检豪哥问为什么要戴牙膏，然后他就会说哦，你们有个成员他蛮喜欢牙膏，他蛮喜欢牙膏本人我的，我就是牙膏，不是你就说我的应援物是牙膏这样子，然后他就把你轰出去。咕咕猫说：“汪汪，请问你有什么代表图案吗？扇子上不知道要放什么。我有什么代表图案呢？虽然说我的代表物是果然翁，但是果然翁毕竟是有商标的东西，我不知道适不适合。其实我有在跟姐姐们讨论这件事情，那么觉得最好的，等一下他歌一直在播放，等我一下，我先换一首。最好的打算是自己设计一个，最好自己设计一个果然翁，我们果然翁版就是一个神奇宝贝啊。现在目前是没有的。”对不起姑姑猫，我很遗憾要告诉你这件事情，目前是没有，我也不能说是古然窝那个图案，就是你可以放我的脸啊，怎么样，我的脸可以吗？我也是允许的吗？哇，好熟悉啊，好熟悉啊，这个背景乐。汪汪的新 catchphrase 已经可以不公布了吗？不行，嘻嘻，因为大约应该不会是下次，或是下次才会改啦。现在先还是暂时维持旧的那一个，就是跟公司讨论的结果是这样子。对不起，我知道你们有做那个应援舞的压力，但是目前真的不是不能讲，是真的没东西，也还没有一个结果这样。相信有天能看到远方，那是我活在你期望中的期望，这是你曾经的想象，有太多的期待、压在胸口，呼吸难受，渴望自己拥有抱自我。啊，我看着我自己，我好恶心哦。米家都说或许有点距离才有美感，我怕真的记住后反而怎么样，反而不好吗？不会啊，现在被我记住的每个粉丝好像都过得挺好的，看他们都没有什么特别的有被我
记住，然后嘴的感觉没有。谢谢芒果冰蛋塔的掌声鼓励。嗡嗡舅的代表我是高铁，现在是改成果然嗡了哦。跟杨公公的掌声鼓励。是啦，果然嗡，但是我觉得画个果然嗡的话，可能真的是有商标问题，我怕会不太好。你们懂吗？你们懂的，你们懂的，你们很聪明。9:15，现在是34分，依然是25分钟。我的天哪、啊！大家都很热情的跟我讨论公演的事呢。对啊，哎、欸、对，这次好像大部分都在讲公演跟生日会嘛，然后跟应援物的事情。对，但是我现在真的就很怕生日会不能办，好害怕。我有拍五月哦，九代说有，拜托拜托。是那个，哎、欸，你可以看那个官方的图，官方不是有一个 sample 图吗？最下面有我，那时候我看到我放大，哎、欸，这是我哎、欸，呜呜，我看到了，酷酷猫问说什么是果然翁吗？我来给你看看这个东西，火箭队果然翁，我相信应该很多人不知道，对不对？顺便给你们看一眼什么是果然翁。这只，谢谢杨公公的 love。那等我一下，我转一下。嗯哼，怎么转？这样吗？这一只就是果然翁，看得到吗？这只，啥？这只是果然翁，很可爱吧？超可爱的。就说是因为人气太高，才会让他一直跟在火箭队身边，不然他照理来说应该是要被传送回去的，或者送到板木老大身边，我不知道是不是啦。九段说没看过有那么吵的空姐，哎、欸，哪有？人家空姐是他们的职业，对不对？职业他在上班的时候怎么可能大吼大叫？代表说，如果我今天当了空姐，我也可以私底下是现在这样子，然后如果在服务民众的时候是来。各位欢迎上欢迎上 TP 这班航空，哎、欸、我不知道怎么讲，那个到底怎么讲，来找找空姐台词，我来演绎一下给你们看看，来顺便为这次的五月生鞋打广告。空姐词吗？空姐哦，这边，来是广播词，来开始。各位贵宾您好，为了大家的舒适及安全，请将手提行李放在上方行李箱内或前方座位底下。当你打开行李箱时，请小心箱内物品以免滑落。如果需要协助，请随时通知空服人员，谢谢。可以吧，100分吧，对不对？可以的哈。你们可以就是拿到升写的时候，然后来放这一段，就是刚那一段的空姐的语音，不要看这个，把语音荧幕关掉，荧幕关掉就完美了。反胃，九蛋真的很恶毒哎、欸，这个真的是我现在直播间里面最恶毒，我大概就数九蛋了，你知道吗？今天大家的气氛都很好，你今天怎么回事哈？你今天吃炸药是不是？我要把空前那一段剪下来，改成我飞行模拟器的广播。你是认真的吗？为什么会有飞行模拟器？你那个是学校的东西吗？你刚刚这是酷酷猫留言对吧？那是学校的东西吗？还是什么？为什么会有飞行模拟器？姐，我有勾勾吼，我每次都有来，只是网页版没有。哦，原来如此。我想说，刚刚怎么没有勾勾这个生面孔，看起来有点怪诡异的。虽然我如果怕我讲了，等下又要被你们臭骂一顿，我还是别说了，真的。暗恋假动作非常好听，芒果冰，我也觉得这首歌很好听，大家一致认同，包括 Pink Fan 所有的成员们。我是不是慢慢在赶上留言了？熊妹还在吗？延迟到离开了吗？熊妹知道我延迟的事情吗？搞不好根本不知道，以为我忽略她、忽视她。我让她下播来私讯她说：“哎、欸，干嘛？干嘛那么快走？”衣服小小心啊、哦！现在又有了吗？现在在教微积分，我的天哪、啊，微积分吗？好吧，那我好像不应该对这件事有所评判的，因为微积分。要嘛真的数学很好的可以让它变得很轻而易举，然后普通人大概会觉得这东西是
来自地狱的东西吧。数学简单啊，不会就是不会，会就是会。哎，是真的，数学没有一种中间值，只有极端，就是不会就真的是哇，我考不到六十分，我怎么样就三十分。像我这种的，我这种的，跟可能另外一个数理科的，这有数理科的吗？可以举手一下吗？有人是二类出身、三类出身的吗？可以在那边当一下学霸，为大家解答一下，解答一下空那个酷酷猫的数学试题。我压着领口。小千说，就是欣赏他的舞台表演后，跟他很有想法这部分，想更进一步认识。可以啊，如果你们就是都是表演者的话，你们都在台下可以聊天聊音乐啊，从聊音乐开始聊你们对音乐的想法，说哎，其实我很喜欢你的表演呢，就是我觉得你们的表演很有想法啊之类，然后你可以就是把你们作品说哎，你看我做的这个作品也是因为怎么样的想法之类的啊。哦，当然一开始不用讲这么多，你可以引导式慢慢的跟他聊。我觉得如果聊共同话题的话，你们要认识就很简单了，真的要熟就很简单了。汪汪今天又是 oversize 的 T 线呢，没错，这就是要追溯到以前高中到现在到大学，有一段时间都是买比较男生的衣服哇。那时候有在跳舞，看不出来吧？我那时候其实，对，我那时候其实有在跳舞，但是跳的不怎么好，就是。但不敢当面跟他要联络方式。可是如果你们私底下有在聊天，就是有在台下聊天的话，你可以说，我可以跟你们要一下 IG 吗？就是让我看一下你们的就是作品之类，这样也算联络方式啊，有小盒子嘛，对不对？嗯，感觉我还是比较正常的粉丝小千。其实我觉得在我直播间里面的粉丝都奇形怪状的，你知道吗？奇形怪状是什么？奇形怪状就是对粉丝对主播不友善的奇形怪状。不会啦，其实有还是有一些模范生。我就看你能不能找到我，我又不是用米加乐名义买，你本名又不叫米加乐，你如果姓米加乐，我就改名。然后你就真的跑去改名，姓米叫加乐。但是如果要姓米的话，那要有文件证明，对不对？好吧，没关系，那句话我还保留，我保留着。证实了20分钟，是啊，真的是日常延迟。我没有奇形怪状，没有西西，你是奇形怪状，你是我的爱心形状。我不要讲我的形状，讲我的形状就很奇怪了。要讲我的爱心形状，西西。不是啊，我名字真的太长了，大家标我，我真的都看不到啊，标我的在说啥？哦，是因为马甲的关系，对不对？哭啊！那我是不是应该要缩减它一下？我是觉得这个现在上面顶的这个标签的马甲是最可爱的，可是它好像没办法如期的展现出来。我想不被认出来都很难，我想也是，我们都这么熟了是吧？你是非常具有指标性的人物啊。我把钱拿去看3场公演，没得去生日会了。黑流星什么时候才要跟我相认？你不是说要跟我相认吗？结果我没有看到你的人。汪汪，我没有在针对谁，我是要在说在座的各位粉丝都是。你什么意思？你是说我刚刚讲那句话吗？没有啊，我没有引战哦。我相信你们都不是那种玻璃心的粉丝，你们不是，你们如果被我说奇形怪状，你们要感到庆幸，知道吗？这叫爱之深责之切。蛋塔说飓风葡萄蛋塔，我每次都跟你点餐，你是不是会被我吃垮啊，蛋塔？我看看哦。我也会去生日会，我想那时候我会更有胆喊出来。我想如果生日会的话，我应该会非常轻易的可以认出你们谁是谁，因为生日会不像公演人这么多，所以我就可以找沾去法。断水流大翁翁名言，断水流这真的好熟，这到底是从哪来的这东西？主主只要唱歌对我们就是种摧残。他又唱了好运来是吗？还是好运到？哦，好运来哦。他现在这首歌已经不是他主打歌了，他现在每次遇到我都会唱什么假如你生气，
假如你生气，什么什么什么的，忘记了。每次遇到我都唱。嗯，我留言真的跳到一个很奇怪的地方去了。破坏之王出来的，破坏之王是什么梗？你说祖祖吗？他不是长颈鹿吗？你们怎么一直在换他的那个，换他的名字？看看啊，看看。我觉得你们要等到睡着了哈。带四条黑叉牙膏，还敢讲地狱梗啊？我有看到，我有看到米加勒的留言啊，上次哈，说什么什么黑人还什么的啊，我不讲啦，到时候你们又要把那个锅丢给我啦。讲哎，洛里跑去化名字叫酱油洛里耶，听起来就特别好吃。那你改成窝窝的酱油洛里怎么样？我真的是无限上纲哎。我是说断水流啦，破坏之王是这部电啊、哦、是吗？破坏之王是什么？它卡通对不对？破坏之王哦，港剧啊、哦，港剧我哎，这人长得好像九妹哦，为什么这人长得又像九妹？我吓到了。你们去打，你们去 YouTube 上打破坏之王，然后第一张图超像九妹的。嗯，果然我不要整只放出来，不要盈利应该就还好吧。对啦，对啊，我只、就是因为宝可梦抓版权吧抓很凶，所以我怕他到时候会害到你们。因为毕竟这个是我说的嘛，果然我，所以现在可以是一点点的小元素，可是不要是主要的，我觉得。不然就是自己二创，可以可以，乐乐最会二创，乐乐是高手，这个乐乐交给乐乐，这个乐乐会的会的。不然就是我可能画一个很奇怪的图，然后给你们说这是果然我。现在在对岸重庆，所以先网路应援，以后疫情过了再来看公演。阳光护理是因为那个吗？工作关系吗？你这样子，你们这样子还好吗？我说疫情有没有好一点点啊？哦，这首好怀念，我要哭了，真的很多首歌是不是？我现在都不太敢播弟弟我的歌，因为我都会被注意力吸走，怎么会这样？还有什么？现在比赛过了可以讲对不对？比赛过了可以讲对不对？我想跟你们说一件事情是。就是弟弟五二那时候，我不是在 Panic 那时候被刷掉，然后下一次就是美什么三个主题的表演，谢谢杨公公的 Love。然后其实我们那时候有先就是在 Panic 之前的时候有先大概分好组，大家的组别都已经分好了，你们猜我被分到哪一组？如果有看你们可以回答我，如果没有看完没关系，我等一下放一首歌给你们听。我原本是被分到这一组去。这个应该没什么，因为毕竟已经都播出了，所以没差。生日会送粉丝的礼物想好了吗？哎，婷来了耶！我现在发现绿色的婷 ，Hello， 绿色婷正在来看我了。美吗？西西说美，是不是？还有没有其他答案？其实我忘记美是哪一首歌。总之，等一下再告诉你们。果然翁知道啊，婷，哎、欸，婷，你是第一次来看我直播对不对？我先跟你说，我们的留言会延迟，就是现在我已经延迟20分钟的留言，所以你可能现在才听到我回你的留言。希望这次营运的稍微修正一下生日会活动的获奖资格吗？上次翁竹的生日会最后都没有人拿到奖励，好像都有点抱怨吗？哎，我们上次的奖励是什么？我已经忘记是那个吗？照片还是签名？还是这次之前没有大家都拿到？你可以跟我讲一下，我再跟他们讨论，就是生日会有没有什么需要改变的地方？你们上次有参加的可能会比较有回馈一点，你可以告诉我。空姐大吼大叫，应该是遇到乱流。没有，像我的话，我不用遇到乱流就大吼大叫。然后如果真的遇到乱流的时候，我才会冷静，就是开始在想我下一步要怎么做了。
最吵的空姐是竹竹和面面。谢谢小白兔没有加入我，谢谢小白兔。哎呀，我刚按到弹幕了。你去 Google MFS 2020 MFS MFS 2020，看看这是什么？微软飞行模拟器。哎，为什么会使用这个东西？这个是你们自己在玩，你自己在玩的吗？我发现很多人都在又跟我说他们在飞行，我想说是真的飞行还是什么，我也没有真的继续问下去，因为我不懂。酷酷猫，酷酷猫，问一下，问答一下。嗯，我讲话一向这个调调啊，除了对某前辈外，你说例如你说谁？你是说雨林前辈吗？雨林前辈对吗？太过分了，你这个家伙怎么可以伤我的心？这个台今天只有你，你只有你对我开炮。然后检讨一下自己，哈，九蛋，我对你很友善吧？是啊，哎，谢谢米加勒的医用口罩，我需要一打。然后你的头贴全是果然窝吗？好威和哦。对，小仙真的算很友善，一直以来从以前到现在从来没有变过他的友善程度。即兴快撞人。不是这个意思了，我说的奇奇怪怪是称赞，是称赞 ，OK？ 你看嘛，西西跟他被剪下来了，我讲错了，不是哦，雨林前辈，我照呛，我只冲喊他而已，九蛋吃我一炮，快点 ，Oral B， 你把那个牙膏。然后这样挤他全身啦，让他讲话可以好听一点，让他刷你的欧乐 B 呀，去寄一箱欧乐 B 到他家，算我的好不好？算我的。不，我很正常，我不正常，这里就没有正常人，没有，我觉得在这台你才是不正常的那个人。我是不是莫名中枪了？没有，我就说了，奇奇怪怪不是坏的意思，你们真的是不够了解我，了解我才会觉得这是称赞 ，OK？ 高铁又要发车了，没有。我的形状也可以，你看啦，西西，不要啦！如果说我的形状，我等下真的会被 ban 掉。你看路人要讲的什么东西，去刷我的。你要说来啦，用我啦，我收了 B 嘞。哦，唔汤啦，唔汤，真的唔汤，不要这样啊。啊，唔通，哎，谢谢婷的掌声鼓励，婷你还在啊，婷，我真的我延迟很久，你可能会等到睡着啊。我觉得可以了，先下车了，车长，嘻，不要了，我们不要讲这个，从形状开始就怪怪的。我要组织你的母汤言行，你自己先讲的呢，你自己说。来吃，你刚刚说用来吃我的欧乐 B 吗？来用我的欧乐 B， 我忘记了，忘记你刚刚到底讲什么母汤的发言，我才开始坏掉了。啊，就看你能想出什么的口味吗？芒果冰蛋挞，如果你可以接受猎奇的话，我可以想出各种猎奇的，像是我最喜欢的榴莲。哦，对，我决定了，我下次在直播上吃榴莲，你们跟我一起吃怎么样？有人要跟我共享这一份喜悦吗？不要生气，什么有我耶稣，有我耶稣。上次就讲过这个，我没办法理解。哎，对不起哦，我真的以前从小到大都不爱看港片，不知道为什么。因为我小时候总是觉得他的那个讲那个翻译跟他的字幕有点对不上，我就看了好痛苦，我就气了，你知道吗？我就气掉了。美哦，西西猜美吗？开心组吗？蛋挞，哎，蛋挞真的是来自那个DD52的粉丝，你们居然这么的熟悉耶，居然。现在流行花美男，有刺青真的没问题，有刺青花美男也可以好不好？小倩，我跟你说，报名免挤，你去报名不吃亏好不好？真的，我总是抱着这个心态去报名，有事有机会，没事就是一点机会都没有，积极一点，
心一点，你可以的，小仙，去吧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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好，来来来来来，我继续回你们的留言。我怎么又被 Q 了？话都可以话，话的话都可以话。哎，不要啦，不要。我到时候再画一个给你们好了，我在下次直播前画出来给你们，这样来得及吗？来得及吗？对啦，我下次哎、欸，不是我上次在上次不是，不对，我要讲什么？我在弟弟五二那个时候，本来是被分配到这个我的舞会，我的舞会是美的、欸，没错，西西猜对了，美，本来是要当公主的、欸。那时候我都已经想好，然后我都已经听过音乐，我想说哇，这就是未来我要表演的歌哎，我好开心，我好喜欢这首歌哦，因为是公主，我好喜欢公主哦。然后呢，啊，我被刷掉了，那种这样，我好难过，我超想表演美的哎，我本来是可以这样子，小鸟儿，小花朵，你知道吗？我也可以这样子的哦。哦，哭啊，我喜欢，是不是？这首歌真的是非常像是会迪士尼有的歌的感觉，真的好喜欢哦！一直飞，哒哒哒哒哒，哒哒哒哒哒，哒哒哒哒哒。哈反胃派的吐，谢谢柠檬儿的热气球。完全，我现在想要忽略九蛋。我觉得九蛋是故意要刺激我，然后让我讲出一些母汤话。九蛋就是这么坏心眼的人，你知道吗？莫再提，我后来就没再看过《滴滴五二》了。为什么？哦，真的吗 ？All of this 是为了我吗？但是其实可以看一下啦，可以看看，有些歌真的蛮值得听的。这首歌我好喜欢哦 ！Oh my god！ 哦哦，小鸟儿在飞，你知道吗？在我脑海里有一个树，小木屋，小花朵长在地板上，知道吗？那感觉。我是航空迷，哎，我现在要更了解酷酷猫了。那酷酷猫，你以后会想要就是考那个吗？机师吗？或是飞行员？你会想要这么做吗？如果你是航空迷的话，或是空少，哒哒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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哒。换好头贴了，这945啦，我来看看米加乐的头贴。这是谁？你在开玩笑吗？我很认真的想说看米加乐的头，就你给我放一个什么？这是什么？我来看看，我再仔细看一下，这是什么？这是什么？这个是什么？我来看看留言，刚刚有些都弹幕，哎，我发现你们今天弹幕的频率很高，哎，怎么回事？你们都那么迫不及待想让我看到你们的留言，是不是？放心啦，我不会跳过你们的留言，除非真的是太夸张了，那种奇奇，真的是真心奇形怪状的，不是这种甜言蜜语的奇形怪状，我就会直接忽略它。我看看。粉丝奇形怪状，偶像也奇形怪状。对不起，这句我没有想弹幕，什么意思？哦，你说刚刚那句是不是？我想说你们大家今天怎么回事？是忘记关吗？还是怎么样？好热情哦，这样我完全不知道先看谁的，你知道吗？你们的票速度都好快啊！好啦好啦好啦，来放点正那个就是可以唱的歌好了。有什么是可以唱的吗？我已经练了刻在我心底的名字，上次唱的半调子。哎，希望唱这个好了，我好像没有唱过傲娇，对不对？我刚好看到的。我可以做，果然我坐在高铁里的图吗？可以，酷酷猫，这个是你第一个想到的。可以，两个元素都有了，我还没想到我这个点子，你知道吗？我猜酷酷猫应该也是很会画画的孩子，真的。Hello， 玄米晚安，伟哥晚安。这台车速怎么那么快？停！不，你们对车速定义快的，你们对车速快的定义真的是太轻松了，你知道吗？我这个不叫开快车，这是日常，好吗？
谢谢米家乐的眼睛有业障，眼睛有业障。Hello， 麻将月笑，怎么回事？为什么拼饼？哎，你们为什么都突然跳出来了？你们刚刚不讲话的耶？榴莲蛋挞很棒哦，真的吗？所以蛋挞你也喜欢榴莲哦 ？Oh my god！ 我第一次看到有人可以同意我说喜欢榴莲这件事情哎。蛋挞，我们是好朋友，其他人就是再见，你知道吗？隔着荧幕夹鼻子，我决定了，我决定，我下一次直播的时候要吃榴莲，我要预告 everybody。小千加油！你们现在大家都在鼓励他去那个原子少年报名，对不对？对比之前，今天只是区间普通车等级吧？这个不是吧？这个大概是客运等级吧？超慢的哦，不对，客运司机其实都开很快，好吧？我不应该拿客运的，至小客车可以吧？或是脚踏车等级的？哎，我现在是不是跟上留言啦？我跟上留言对不对？我看到这个了，没有看滴滴52这边。谢谢停的绿色停的热气球，你可以叫 Green Ting 哎，你不觉得听起来很厉害吗？停，你的名字可以叫 Green Ting， 像什么嘻哈 rapper， yeah everybody， 我是那个 AKA 台北的 Green Ting， everybody come on drop the beat， 这样子的感觉不觉得吗？很像。这首歌有童话世界的感觉，真的。就整个都很有让你有想象力的一首歌，所以我超级无敌想唱，超级无敌的。是说我确认一下，所以音源上先放嗡嗡旧的 catchphrase OK 吗？可以呀、啊，乐乐当然可以。我可以跟你们说，六月应该是不会换，没有意外，除非真的是很紧急。我跟你们说 ，everybody， 我今天开直播跟你们说，我 catchphrase 说换了，麻烦你们。算了，如果你们来不及改，那我就先不要换 catchphrase， 我下个月再换好了。如果你们都做的话啦。嗡嗡表演口我刚说口红吗？我刚刚看着你的留言，然后看着口红王子，忍不住想加进里面的。嗡嗡表演公主那首的话，我会被心脏暴击吗？哈，那好可惜哦，我应该拜托他们说，哎、欸，拜托不要把我刷掉，就这一集就好，这一集让我跳嘛，让我在旁边当小鸟我也开心。哎、欸，这样我是公主，你是王子哎、欸。你看你们两个那个是叠在一起的，很赞吧？我觉得如果之后有要改的话，就可以不用放好了。你是说 catchphrase 吗？嘻嘻，其实也可以。如果放旧的话，我看到我还是会很开心，也没关系，因为毕竟我也用了一年的旧 catchphrase。我想去考。飞机修护技师吗？猫酷酷猫说：“哇塞，这个听起来是很新鲜的词，对我来说，修护技师那个是有要从同科系出去吗？还是说你只要去考一些相关证照，或是我不太了解这个，所以可能要问一下酷酷猫，我很想知道，因为真的最近好多人都在跟我讲说航空的事情，就是说什么想考技师，还有什么飞行模拟器，我真的是听都听不。”看看，所以平常是高铁，不正常的时候是火箭喽。哎，这个形容我喜欢。但是什么叫平常是高铁？高铁已经算是台湾最快的那个铁路了，对吧？这还是很快啊 ，Green Ting 还是很快啊，先生。榴莲很好吃啊，是啊。哎，我老实说，如果我啦，我下次直播吃榴莲，你们真的会把我ban掉？你真的会离开我吗？可以先不要吗？今年夏天来的比较早一点，我觉得可以吃个冰榴莲。你们是怕那味道是不是？我这个头贴只是想让嗡嗡看看我培养的游戏角色。米加乐，那个什么游戏呀？你可以告诉我是什么游戏吗？我看老半天，我真的看不出是什么游戏。虽然我最近很痴迷于一个，我不知道为什么我走火入魔，有痴迷一个手游，但那个手游已经被骂到爆了，不知道为什么被骂到爆，但我还是玩得很开心。然后，对，然后还小氪金了，我真的不知道为什么不小心氪金，忍不住氪金，但是也不是多少钱，没多少钱。Green Ting 啦，哦、oh!。
谢谢听的紫蒲守护灵，谢谢你，谢谢你第一次来就这么踊跃的发言。浮夸台 T 恤的阿翔，你不是第一次来看我，你说我浮夸吗？这个是日常发挥 ，OK。还没，我是还没做啦，只是先确认一下。乐乐，其实我喜欢你之前帮我画那些就是帽子的图片的，我觉得那些真的超级无敌有才的，我要把它截图下来了，收藏起来了。你们画的我都有截图下来。嗯，你如果要之后要画的话，那我还是先不要放 catchphrase 好了。对，我确定应该是会画，确定应该是。看你吃可以一起吃，不行，那我就是把它拿在那个荧幕面前说，来各位，今天我要来吃波榴莲，我就吃两个半小时，怎么样？不错吧？这个提议。为什么要因为你吃榴莲就离开你？因为有味道啊！刚刚有人就是讲到榴莲就突然跳出来，你知道吗？西西说光吃榴莲也是香的美食，真的吗？那西西，你要不要跟我相约一起去吃榴莲？我请你吃。我目前是希望可以考到湖北科技大学飞机工程系机械。哇塞，是不是全台湾没有几个科系是有几间学校是有这个科系？是不是只有湖北而已？我真的没有听过有这个科系欸。可以啦，可以。他如果他有要求要什么，比如说什么国要顶标或什么备审，有你们有备审这个东西吗？不是面试要几趴占几趴吗？你有看过他的简章吗？谢谢听的掌声鼓励。刚刚是落日笑吗？不对，你不是落日笑，是欧乐 B。欧乐 B 说什么王子榴莲王子是不是？好啊，那你下次开直播啊，我偷偷开，没我偷偷不别人，我偷偷开一只你不知道的账号去看你。魔物猎，哎，你家的这是魔物猎人是吗？这个不是卖的最好的那个游戏吗？我之前做了调查，去做了游戏调查，然后就无意中查了《魔物猎人：冰原》这一张卖的超级无敌好的，好像是前几名的样子。哎、欸，我本来放着我不是要唱的，结果没想到忘记了。重复卡在一个重要的时刻，不自觉就会退缩，连幸福也可支撑，觉得什么都会变得防备着，平静到最后独自寂寞。有些伤痕像场大火，把心烧着难以复活，可是我想要忘了，可是如何把我上锁？期待阳光炽热带来的时刻，能用力去拥抱着，多幸福就多快乐。投入的，留下的。OK， 继续留言。我只认识 Green Day， 那现在好了，我们有一个 Green Team 了。还有小千，你叫 Tho 好了 ，Tho 怎么样 ？T H O， 你是小千嘛？小千千是 Thousand， 然后 Thousand 如果简称就叫 Tho， 怎么样 ？Tho， 耶 ，Tho， 听起来就厉害。对不起，我还帮人家乱取名字，不要理我。不太在发病哦，天哪！还有什么？还有什么？还有什么是可以放放的？
你喜欢茂茂快乐乐乐说，我真的很喜欢你每一张画我都有截起来，真的太有才，就是画得很灵动，知道吗？可不，谢谢悠悠的掌声鼓励，悠悠的掌声鼓励们，悠悠，悠悠怎么都不讲话，悠悠。已经想好新的字界了，我是有想到，但是已经被推荐，目前被推荐，我还要再改。其实 catchphrase 我早上想好，只是目前不太能用它。好啦，现在播放到大火，你来唱一下好了，还真心有灵犀，我没有看到你这首留言，我就跑去唱了。我是轮木工系。好啊，跟你一起吃的话可以，西西你不要勉强，你不要因为真的是我叫你吃你才吃耶，这样好像我是恶势力一样。功力只有胡唯有，多益要至少要500以上。哇塞，高中要升大学要升科大要要求有多益成绩的学校真的很不多耶，还是现在都会要求。然后要对飞机这个工作有热情，不然做不久。学长说的，其实因为停机坪很热，其实每一份工作都是这样子。就假设你今天很喜欢音乐，但你如果把它当作职业的话，你就会觉得我真的心好累，开始被消磨你的热情。每一份都是这样啦，所以我自己是觉得，因为飞机这种东西，你如果要当，对不起，威廉，对不起，你要小声一点，我没办法思考，我要讲哪里？我说你要当成就是你的副业吗，或是你的休闲，其实也叫困难，因为毕竟飞机这种东西不是人人能碰到的，除非你真的有自己有私人飞机，但这其实比较困难。我觉得你可以试试看，真的，你去试，你如果真的考上的话，你就义无反顾去吧，真的就去吧，你这么喜欢的话。因为有些人是比如说大学转了好多系，然后试了好多，他有些我做什么事情我打的歌你也觉得是香的。歌王子，可惜冰原不是最新作。对啊，对，是他都出的。你知道其实我以前玩过，我的第一个魔物的作品是西带版，是 3GS 吗还是什么西带版，然后再来就没买过了，因为那时候是没有汉化的。所以我就是一直在看着我看不懂的语言，然后卡关卡在那儿，就你知道小朋友比较没有耐心，就放弃了。我现在再回去玩都觉得哇，这个东西我以前怎么会不懂呢，你知道吗？我唱歌超赞，谢谢杨公公，杨公公谢了，谢谢你小千。我来看看你说 so 吗，应该是 tho 吧。不过小千，我问过你为什么会取这个绰号吗？这个，懂这个，把 U 拿掉，听起来很厉害，你不觉得吗？就是有种很拽的感觉，就是啊，我就很拽的感觉。没有，我只是觉得突然有一个灵感了，你不用理我，我只是突然想到了。画的图能被喜欢真的是太好了，乐乐，我可以建议你，因为我觉得你真的算是很会画，而且画的很生动的。像这边如果有很多会画画的话，你们其实可以做成贴图拿去卖，或是画个四个漫画，开一个粉专，然后去当那个图文作家之类的。虽然我知道现在有一点
太多了，有人太多人在做这件事情。但是如果你画出自己的风格的话，一定会有就是死忠粉丝去支持你的。我真的觉得你很适合去画贴图或是什么四格漫画呀，或是跟生活比较贴近一点的东西。我觉得，嗯。我的男神，我的老师的歌。今天汪汪没穿阿嬷短裤，小梁，为什么你今天第一开口第一句？哦，不对，你这次不是你第一句话，那个，因为那件裤子实在是太不适合放在直播上了，会被嘲笑的，我就丢了，不是丢去洗衣机里面了，它不会再出现了。Green Tea 说好正向的台嘛，哦，谢谢你看到的不是奇怪的一面，我以为一般人都会说啊，你这台好奇怪，速度好快哦，哎，你真的去改名字了耶 ，Green Tea， 不觉得听起来很潮吗 ？Green Tea， 希望下次可以在公演上看到你，我也可以一眼就认出你来，我一眼就认出你来。其实我要跟你们分享一件事情是，就是那时候我在公演上嘛，因为我能看到的人实在是不多，都有些在山顶上，要不真的就太黑，或是离我真的比较远。但这位粉丝叫 Green Tea 嘛，他其实坐在侧边，然后我要结束我的那个公演，然后准备下去休息的时候，我就听到他非常大声，就是非常大声的，然后拿着我们那个 Bellflower 的扇子，他就说哇。然后他穿着荧光绿色的衣服，所以我就记住这个粉丝，所以他今天才会来我的直播，还跟我 say hello。我跟你们讲一下这件事，分享一下这个非常热情的粉丝。认同，有梦去追，年轻真好。蛋挞你也不老啊，蛋挞也可以去追梦啊，成为一个更好吃的蛋挞。对不起，我在那边乱讲话。不然蛋挞，你有什么梦想吗？聊聊，虽然我们之前有聊，曾经聊过梦想，但是因为今天不对，是回归之后新朋友比较多，所以你们有讲什么都可以说。我就爱你呀，有乐乐，没关系，我很需要像这样子的话来鼓励我，来支持我，爱我。然后下面都在笑我啦，你看乐乐。GT 感觉像某台机台 ，GT 吗？我想到的是 GTR 哎，中想的是不一样的吗 ？GT， 不要打嗝是这，嘻嘻，你不是说只要是我都可以吗？乐乐，如果我打嗝给你，打嗝给你闻的话，你会喜欢吗？强迫你闻，名字越来越简化，好了，不要啦 ，Green Tea 比较像嘻哈歌手的名字，听起来比较潮，对不对？而且第一次认识你，你就是穿绿色的，所以就这样子。我绰号小千是因为国高中玩 cos 特赚的千冬岁啊，我这么正直的人还真不习惯这一台。不是啊，你看嘛 ，Ola B， 你跟我跟多久了？我偶尔还是会来点鸡汤嘛，对不对？这鸡汤是随时，你不是要随时要有就有的，真的是要有触发点。其实就是 Green Tea 喊的时候，我在犹豫要不要。哦，就是 Green Tea 啊，难怪那时候你在想说是谁，你知道吗？他，哎，米加尔你在旁边吗？米加尔你在旁边吗？那我是不是错过你了？你坐在哪里啊？你看啦 ，Green Tea 这么热情，你干嘛害羞？我认识多久了？千冬岁就被。朋友叫小千了，那为什么不是小东或小穗？好啦，小千听起来比较适合你，不知道为什么，可能是先入为主吧。原来有这个理念，这个典故啊。好的，翁老大，虽然我根本没喝过你的鸡汤，没有，我离他有段距离。我先回一下刚刚飘的比较快的欧乐 B， 我真的很少耶，就不知道为什么突然的啊，你不想喝也不要啊，倒掉嘛。我离柱子很近，我知道了。那个 Tin 是在这边，然后柱子是在这边，对不对？你们是反方向，可是我一直都往这边看，我视线被吸回去，我没有看到米加勒。哎，你这家伙，你坐那么近，
你要你知道你要知道坐侧边是一件多么幸运的事情，所以你如果看到我，你应该跟我说啊，因为你不是每次都可以坐侧面。你看像这次欧乐 B， 他坐在山上，他可以干嘛呢？他可以跟这个远方的那个兄弟说哦 ，hello， 这样子而已。除此之外没别的了，因为看不到他，你知道吗？欧乐 B 要哭了。我不确定现行法规里面老师现在能不能，老师现在能不能兼职？这是一个很好问题。其实这个应该不冲突吧？这个应该算是你的兴趣，经营兴趣不算什么吧？就是比如说你去经营粉丝团，然后不要身份被知道应该还好吧？可以，应该是还好啦。我还是不要害你好了，我觉得可以先查清楚，但是我真的觉得你很适合做这件事情。我相信我之前应该跟你说过吧，但我太忙了，很难能稳定画图，偶尔啊，不然就是画贴图嘛，画贴图，然后你知道现在贴图随便大家都可以卖啊，就是我如果今天画了一个火柴人，刚刚谁弹幕？我刚刚真的没看到我太认真在讲，我在讲什么？我刚讲什么？我说现在很多人都可以自己上架画，所以你也可以自己上架画，等于说哦，我只是上架画，就是画图做我喜欢的事情而已，这个应该算兼职吗？好像也不能算，对不对？刺青太黑是怎样？没这么夸张，你们刚刚讲什么？完蛋了，我是不是又留言延迟了？原来那是 Green Team。那个手势是在拜拜吧？我以为，我聊了一堆，然后忘记我刚刚到底讲了什么，有没有理醒我吗？今年 B 牌这两次都在侧牌，真的耶，真的是很难得的机会。很多人都说想要做侧牌，我有偷偷看论坛上说，就想做想抽到侧牌，结果抽到侧牌反而不跟我打招呼，你家乐。很傻耶，我要叫你什么傻瓜吗？傻瓜，我们都一样。对不起，我要再点这首歌给你。傻瓜。好。我以为是黑流星，米切尔，你不应该这样想。黑流星从来不会去主动开口，他如果开口的话，天要下黑了，他要下红流星了，你知道吗？他都说不想跟我相认了。翁台可是以浮夸出名的台呢，没有，你不觉得我现在越来越收敛了吗？我现在本来是高铁嘛，我现在就自强好的程度了 ，OK 好吗？可以吧？更好吃的蛋挞，是啊是啊，不然我对他印象就是蛋挞，不然就是更奇葩口味的蛋挞。啊 ，Green Team 的话就是成为更绿的亭，这样子可以吗？更绿的亭。梦想有稳定女友，然后出一张乐团 EP， 这个是小幸福吧，对不对？小钱，你可以有一个远，就是远的梦想，或是近期的梦想，比如说一个触手可及，比如说我今天可能想要上选拔之类，我假设上选拔，这可能是比较近一点，然后远一点的话可能是。假如我今天达成了上选拔这件事情的话，那我还是有一件事情需要我去追逐它。那这件事情是什么呢？它必须立在那边。像是我今天我想要上好莱坞，我想要去好莱坞，然后去好莱坞进攻好莱坞跟好莱坞明星。假设这是我的远大梦想的话，你就会觉得说好像，你可能就是努力的每一天都很有意义。我是这样子的，前面会有一个很远大的梦想，俗称白日梦，但它也有可能是会实现的，就是看你的意志力或是你的机运好不好。我都是这样想的。好的，皮囊又来了，傻瓜，傻瓜，傻瓜，点一首啦，来来来来来，给我们的很憨厚的米迦勒，真的是很憨厚的米迦勒。我这么正直的人还真不习惯这一台欧乐 B， 你是不是搞错了什么？你是反过来了吧？你是反的吧？而且你现在在换欧乐 B 对不对？舍不得换掉落日一笑哈，你是不是喜欢我叫你落日一笑？大哥给我闻怕，冷了，我跟你说，我的朋友都闻过我的歌了。
这应该是一件很霸凌人的事情吧，用打嗝来。哎，前面怎么唱啊？好过分哦，我忘记怎么唱了。就是 Green 啊，这个是看看过了。有在工作上努力呀，两个月前换了工作，职位也升了。哦，真的吗？两个月前你还认识我吗？那个时候，你那时候刚认识我，对不对？你叫我什么我都喜欢，那我叫你欧郎 K 哥，你喜欢吗？还是榴莲 K 哥？我记得你刚刚说你不喜欢 K 哥，对不对？哎，等一下，说榴莲王是谁？榴莲王是谁？是，刚刚是谁说榴莲王？我出来一下。傻瓜，我们都一样，别牺牲了忧伤，相信这个他不一样，却又再一次受伤。傻瓜，我们都一样，受了伤却不多想，相信付出会有代价，代价只是一句你讲了。哇，九蛋送我幸运草，哎，我好开心啊！九蛋，你今天有补偿到我的小心灵。好了，没有了，我跟你开玩笑的。嗨，我要怎么称呼你呢？玄迷 ，Hello， 哎，玄迷，你常来看我啊，你可以叫我汪汪就好啦，是不是？玄迷。谢谢 Green 听的，掌声鼓励。侧席真的哇，西西，谢谢西西的告白，还有九蛋的花枝清脆。西西要对我告白什么？西西，西西以后这是我们两个的通用手势。西西，乐乐的话是，我想乐乐的话，乐乐动作大一点。因为这样太小了，乐，觉得好像给你们一点，就是一个小，我们要有个小手势才行，小手势，乐乐的话是，我怎么会刁难你啊？乐乐，这很可爱耶，这很可爱，乐乐，谢谢今天的比心。侧席真的很棒，很劲吧 ？Greeting 那天是不是可以看到我的毛细孔，还有我出汗的汗水滴在那个地板上的那一瞬间都被你看到了。嗯啊，我都在恍神。等一下，我刚刚讲到什么？尊重，我在倒数第二排比笑笑还山。倒数第二排吗？还是因为你的那个板真的是太亮了？笑笑那天。笑笑，为什么笑笑？我都不习惯了，叫欧乐比好。欧乐比那天有什么特征吗？除了橘色口罩以外，有什么特征吗？看到汪汪眯着眼，想说不一定能看得清楚。谢谢口红王子的人气球，口红王子。是啊，是啊，两个热气球，三个热气球。还有这个是哎、欸，花生出来了耶！花生你怎么刚潜水潜去哪儿啦？花生，跟杨公公的枫叶，还有帅气的高额头，你为什么要自己表自己嘞？你那个高额头在黑暗中还是摸黑的，你知道吗？就像我那天说的什么 you can see him in the night 什么的，我也忘记我到底讲了什么。这是谁啊？谢谢柠檬跟哎蓝莓妹妹来了，是不是祖祖下播了？祖祖下播了对不对？羡慕能做侧边连续山顶记录保持人。哎，九蛋，如果你有抽到前面位置，你务必要跟我讲，我会好好的在那个，比如说我可能跳搬家，然后我在旁边放鞭炮，就是这样子，啊，鞭炮之类的。哎，红包哎。这个红包好难拼哦，对，拼不到，拼不好。是洛梨的红包哎！天哪，谢谢洛梨，甜甜洛梨，
之前有想出贴图计划了，但我筹备一整年到现在还没有画完。我觉得你是那个也要求完美，所以你要把它画到好，你才会上架，对不对？你可以给我偷偷批判起来，你画什么贴图吗？搞不好我会偷偷买来用。这次公演我也一直在期待嗡嗡登场表演，看到嗡嗡出来时，米加上你是不是按到弹幕？对不对？你是一直按到弹幕，对不对？我还差点跳起来喊出来，但是你没有，你还是盯住了，你还是盯住最后那一条线。可恶，我就是想听啊！你明知道我多期待听到你们的喊口声，看看。接得很顺 ，Hanabi，Hanabi 晚安。上个月坐侧排的我，哎，真的，乐乐超级常坐侧排的，你几乎都是侧排的纪录保持人。第一次公演就山顶，后来侧席视觉轰炸。小梁，你有被我那个吗？侧席轰炸过吗？那时候我在侧席的时候，你应该有大量的接收到吧？如果你当时有看到我的话，自己说自己自强号到底哦，车速变慢了，乐乐你要为我感到开心。我出场的时候就醒了，山顶太闷，真的昏昏沉沉。西西，你觉得那天还好吗？那天有没有不好，或是觉得很尴尬之类的、啊？或是我的脸，或是什么表现啊？你有没有觉得汤或是不好，或是我不知道啦，因为我自己看的是觉得还可以。原来这是自强号 Green Team， 不要讲高铁，高铁太快了，人家要好搞不认识的会以为我多爱开奇怪的枪，还是举光？举光太慢了，玄迷举光，举光不是我的 style。慧香今天比较晚，慧香 ，Hello， 慧香今天忙哦。看绿的点，感觉我头很绿。你可以一天比一天还穿更绿的衣服，我们就不要讲帽子的部分了。不会，我还蛮惊艳，第一次跳就跳那么好，真的吗？谢谢，真的不是安慰我吼。其实我在台上真的是用了100的力，放的时候看起来好软软，好小力的感觉，你知道吗？我觉得这就是不会跳舞的跟会跳舞的差别。歌词。是我豁达的天堂，等下一个天亮，把偷拍我看海的照片送我好吗？我喜欢我飞舞的头发和飘着雨还是眺望的眼光。所以这次戴着帽子也没有比较好，好羞耻。主要是你要戴着帽子让我认出来，不然你不戴的话，我可能也不会知道你是米家了。当时就觉得没有买到操作。等一下，你刚刚是不是发了一个弹幕？我没有看到。我问会，我们都傻吗？我是我们都傻吗？我放一下就知道了。你们点点看，我唱唱看。可是我大部分都只会唱副歌而已。我们都傻。榴莲王子也是我啊，我根本百变丸子。请问丸子是什么梗？你叫百变欧乐 B 好了，百变怪的部分，然后还是蓝色的。我先把它点开。短期就希望换文字工作或行政工作，或是音乐相关的工作吧。小千，你有没有想过去什么，比如说 Le Bow 之类，当柜台人员，或是？老师哈好像也可以，老师也算是一个小目标，对不对？就是当那个 base 的老师，我觉得你可以耶，或是柜台人员。你是说如果行政的话，柜台是不是蛮像的？如果去音乐的教室当的话，你会蛮开心，像 Le Bow 啊，或是其他的，我不知道，可能你比较熟的杰克之类，我也不知道。但我还是比较想要有一个稳定的伴侣嘛，其实这也是强求不来啦，真的是要遇到那个感觉对了才会有吧，不然你这样子比较容易找到错的，或是觉得好像没有这么适合的。说实话，我也是那种认识前好安静，认识后
认识，但认识前好安静，认识后安静点的人，他不都很安静吗？啊，我知道了啦，你是因为打字话多而已，对不对？不行，那我下次，如果你下次呢坐在侧席，或是好啦，你用来公演好了，最低限度来公演的话，哎，下次是公演先到还是生日会先到啊？好像是公演先到，对不对？是吗？我也不知道，反正就是你有来的话，如果你没有喊的话，我就帮你取一个，你不然啊，我如果你没有喊的话，你的 ID 就要改成，都不说话，不行，我想一个有惩罚性的，让我想完，我等一下想好再跟你说，我想好再跟你说，我要有个惩罚性的，我这样是不是很逼迫你啊？洛梨大大竟然也跑来嗡嗡这儿了，哎，人好人好 ，Hello， 人好，晚安。其实洛梨来很久了耶，他都是很默默的，默默的，就是跟花生一样都很默默的来我的台。希望你们可以被我训练到可以跟我聊天，但我觉得很困难。嗡嗡专属手势吗？我的手势是什么？这个吗？这个是洛洛，这个可以吗？还是你要乐乐乐乐乐来个，好好笑哦！刚在爬饭也看到红包，就马上，我已经有画面了，你知道太有画面感了。两个月前换工作，当然认识你。上年还开始看你直播，当时还未换工作哦，有这么久了耶？居然有这么久了吗？但是没有跟我分享，你这次换的工作是？性质是差很多的吗？还是是同性质的工作啊？SIC C 是什么？柠檬，你是打到了吗？欸，我是不是留言又大大延迟了、啊？我在挂听中，花生留言了，花生居然留言了，你们看，花生居然留言了，这个是太神奇了！天哪，这个真的是，我太惊讶了。你这是第一次跟我说话耶，花生，对吧？我偷偷来很久，这只是蓝莓妹妹嗡嗡才有记忆点。哦，真的吗？你是潜水哈？你们都潜水哦？是不是这台太吵了？觉得如果再讲话的话，我会更吵。我可以理解啦，可以理解啦哈啊，不用那么硬，要讲话就讲，真的。嗡嗡我。酷酷猫说：“我下半年可能会减少去 AKB 的活动的量，明年要统测。好，没关系，没关系。为什么你说可爱还要跟我请假？虽然我真的会像可能你们有时候没有来我直播间，或是公演上没有看到你们，我有时候就在想说，哎，你们是不是比较忙？都会想到可能比较常来我直播间、固定来我直播间的朋友们。酷酷猫，你先去准备统测，真的统测剩几天啊？明年什么时候统测啊？”没有，我只是太忙了，一直没空画。我想琵琶了啦，我想琵琶。前排难啦，我都成员认证过删网了。去年除了最后一场没看过 K 前的字母，怎么回事啊？九蛋，你是不是要去拜一下？去拜一下，说不定真的就可以坐稍微前面一点呢，因为坐后面。山顶真的是几乎看不太到，对吗？嗡嗡出场了哦，这个看过，我看看，可以点你唱《爱人错过》吗？这我还真不会唱哎，《爱人错过》吗？刚刚这个是谁点的啊？我不太会唱，我会听，可是这首我不太熟哎。陈琳老师的其他首歌可能还可以，可是这首歌我不知道怎么不熟。我等到六月公演，呜，希望疫情不要影响到。之前疫情有的时候是梅花座，对，我觉得也很有可能会缩减诶，我是怕有这件事情发生，这样会有更就大家都票会更难抢。嗡嗡这次有比较早出来，看到嗡嗡出来有喊，原来就是你就开始喊是吗 ？Greeting， 我有听到，在侧边非常大声。今天有进步一点啦，合理怀疑我是得罪子红老师，子红老师在
就没有出现过了。贾总老师，哎，真的，他这个人很神秘。他上次跟我们说再回来，再来就没有再进来过，也再来都没有在 TP 出现过了，怎么回事？希望他过得好，希望他还安全平平安安的在世界上。天哪！没有，我侧边总共做过三次，但其中有两次就是草组的场，是不是跟我们太有缘了？有你的两个好朋友，好朋友就是品涵跟我。台湾第二台最快的火车其实是普悠，哦，不是自强号吗？我一直以为是自强号，哎，但是不要啦，我想当自强号，从小坐到大的自强号，啊，难怪我现在开车这么快，天哪！我坐第二排那次是英组，回到家没多久就听到嗡嗡回归的消息了，当时就觉得没有买到草组票的好可惜。哎，米嘉乐，你是之前都没有买草组票，还是没有买到草组的票啊？哦，没有买到，我、哦、没有买到，看到了。不会啊，草组舞蹈本来就比较强，我们就是自称那个舞蹈组，没有啦，没有啦，稍微啦，稍微可能稍微整齐一点点，对不对？其他组他们主打应该是活力跟就是梗很多，对吧？梗很多。草组我每次都有买，有看到嗡嗡回归。哎，婷，你是从很久以前就犯 TP， 然后就进，就是每一次草组都有买，对吗？我这次第一次一口气看两场，你家的感觉怎么样？累吗？很累吼，是不是？你那时候是不是有偷偷在外面等我们进场，对不对？你的舞蹈在其中没有明显突兀或者失误，呈现出来感觉也很哦，真的吗？那很好，因为我其实有跳错，只是没有啊，这心虚到爆了，太紧张。嗡嗡要不要唱个好运来听一听？陈恩说好运来是吗？来，原子族的好运来是。我很冷静，所以还保存了很多体力，好打啊。你不是保留体力，你是害羞不想不敢喊，所以你如果去了三场，连续了三场，你都会很有体力，因为你都是最安静的那个。生日会先到，哎，对，生日会更近。那对哦，生日会米嘉乐哦，我知道其他人都很热情，其他人要喊就是会情不自禁的喊出来 ，OK。可是米嘉乐，你看你跟我错过多少次，我要决定，我要现在处罚你，就是你的名字改成。再称，米嘉乐大傻瓜，米嘉乐大傻，自称大傻瓜不多，所以改大傻瓜应该会有强制性吧。我对舞蹈方面不是很熟，但是看到嗡跳舞时有些俏皮的动作，就让人感觉很开心。真的吗？谢谢啊，谢谢你们这样称赞我，我感觉我更有信心了。希望下次公演可以跳出我想要的那感觉，因为其实我比较有期待自己梦之中可以跳出更那种的感觉，你知道，你懂吗？你懂吗？那个感觉，但我发现在影片上看起来就没有那感觉。哎呀，真是的，真是的，肌耐力不足。不是公演完接生日会吗？哎，是哎，哎是哎，对耶对耶，好像是哦。谢谢杨公公的掌声鼓励。公演先把生日会不是在公演完周日玩吗？哎，对耶，我突然想到，如果是这样的话，草组只有我一个是连续两次，就是生日完马上接生日会。我跟你讲，我那个脸，我那个妆一定超级无敌狼狈，脱妆到爆。Oh my god！ 哦、oh, ，天哪！我还没有想到这个问题，你知道吗？我看看。哎，你们留言真的好多哦，我开始大延迟了，怎么办？刚刚是谁说要点那个的？等一下哦。真的是好，斯派修姆光线是什么东西？柠檬上一个搜寻看他快挂了，哎，真的前座对不对？还有那个对啊，前座啊，
那真的是要待整天的时间。柠檬，你真的是一开口就是很奇怪的话，你怎么回事？这是什么？哦，这个吗？哦，这个什么奥特曼对不对？超人力霸王。专属手势每次公演都要比吗？可以先不要吗？我开玩笑的啦 ，greeting 没有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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那样没有那样子，我刚刚只是随便讲的。叫我想要是叫我叫我是想要我画的意思吗？笑死，没有啦，就是如果你要出画，你再通知我一声，你再通知我一声，然后再偷偷的绕皮糖机嘞。会怕吵就不叫蓝莓妹妹了，你可以叫水桶妹妹啊。上次对啊，水桶妹妹啊，水桶妹妹是这一台的妹妹，蓝莓妹妹是祖祖那一台的。换的工作行业是一样，新公司的发展机会比较多，升迁机会也比较好，对不对？蛋挞，其实这样子是比较好。如果你要稳定工作，然后就是在一家公司可能待到你要退休的话，那是我觉得算应该蛮困难，但是是不错。如果升迁机会畅通。管道透明的话，适合待的久一点。觉得礼拜天好像都是居住，我已经忘记顺序是谁先的，米家了。你们可能还比我熟。天哪，以前有说过话呀，只是没说几句而已。Oh my god， 换什么说？你今天说话超过了十个字了耶，这怎么回事啊？我以前真的是，我求你，你求你讲话都。副歌你要唱看副歌吗？欸，我真的不会唱欸。小千点的歌真的我都不会唱欸。平常会听，可是我也不会听的太多，因为我是很多歌都会听，但是不会特别听这首歌单曲循环，除非真的很喜欢。我有发现我上周没看直播又没去公园，然后就被我发现，真的有记录哦。我是不小心点开，我想说哎呀不能被你发现，结果啊，我怕你会觉得好像就是我会难过什么，只是有一点啦，但是算了，我也不知道我在讲什么，就这样吧。原本想说如果六月公演礼拜天是草组，我还想连着看呢。如果是那样子的话，我大概会先累死。今年有进步啊，这个刚刚看过了，我要快速回完你们留言，快速。工作中只能挂听 ，sorry， 没关系啦。是不是我这个时间比较，好像也是，有些要上大夜班的人都不太能跟我们聊天，对不对？好，你就挂听，有空再回就好了。我现在好像在逼迫你当薪水小偷一样。天哪，步不要这样子，人家上司敲你头。我往想跳拿手 unit 去 ，green team， 我之前说想跳制服的抵抗，我超想跳的。哒哒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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哒。对，我不知道怎么跳，算了，不要丢脸了，我真的很想跳这首歌。我这次一个哦，看过，下次汪汪应该可以从头开始跳了吧？阿翔，其实我很想这么做，我是很想这么做，但是时间上，你看嘛，我三个月我才跳四首歌哦，到进步到现在四首歌，等于说下个月要到跳全部的话，几乎是不太可能，所以我很想这么做，我很想，我真的很想。草组舞蹈真的比较强。音组也有舞蹈担当一语。哦，对呀，对呀，对呀，我看他跳木之中是享受，知道吗？真的，在彩排的时候我都会盯着一语看。天哪！其实我草组做过 A 排，可惜那时候你还没回来。为什么偏偏是这样子？我们是不是错过了好多次了？曲组应该是主打 MC 嘛，他们真的是那种，就是可以一句接着一句，就是不会有那种空白时期，或是尴尬，或是不知道接什么的时期吧，对不对？所以这个是比较厉害的地方。我们 MC 需要找到一个节奏，因为 MC 组合不会一直换嘛，所以说可能还要再讨论一下。这半年才开始犯 TP 哦，居然吗？你是因为那个吗？乌吼才进来的吗？还是怎么样？我很冷静，这很过了。我也是一场草组都没有缺席吗？阿翔，但是好像很少在侧边看到你耶，对不对？阿翔，我记得你的名字真的就叫阿翔，就是拿到牌子上面也写阿翔，是不是？我除了第一次 reset 看音组之后，月份都有看草组吗？你们真的很照耶，这样子的话。
们如果有来的话，千万千万要告诉我，好不好？不要跟米嘉乐一样避暑，好不好？真的，我会多看你一眼。我先关个静音，嗡嗡唱完好运来，记得比个 OK， 让我知道能开声音了。哎、欸，九蛋，九蛋，等一下哦，九蛋，好了好了好了。好运来，祝你好运来，好运来，祝你好。这是什么？Oh my god！先上班啦，波波，刚刚在骑机车，好，小先上班加油，赶快去。虽然我是音组人，但是只要有嗡，我一定会。西西，你是认真的吗？你真的是因为我才买草组的哦？天哪！想骗啊！哎、欸，九蛋你还在哦？九蛋，我以为你刚刚已经想说我要播好运了，你就吓跑了。真的吗？太好了，太好了！我真的如果在舞台上，从舞台上看到你们台下有熟悉的粉丝的话，我们跳舞会真的会特别的有那种劲的感觉。好运来已经传到了，刚刚是谁点的哈？刚到底谁点的？你要怪他、啊，对不对？我是有歌必点的人。晚上比较有空看直播，留言多正常。谢谢杨公公的热气球，没有留言多正常，是因为主播正常，留言就正常。你要这样讲好吗？等一下太吵了，谁点得出来？我天、啊，你们两个怎么那么同时点，同时发弹幕啊？太有默契了哈！卢卡几乎公演全餐。希望嗡嗡早日上线支援前奏吗？噔噔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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什么的，对不对？对不对？我也很想啊！哎，我们要先把 reset 补上，补上我们再来考虑前奏的问题，因为前奏我是真的不会。公演都是音组打头阵，打头阵是。什么？你说音组的部分是哪个部分比较厉害？哎哎，对对，他们好像都是打头阵。这么一讲，好像都是这样子哎。音组好像都是星期六早上，还是我想太多？好像都是真的是，因为我们通常都是下午场比较多，不然就是隔天场，然后都是音跟曲在交换，是不是？我去年生日会最后几场也是没有讲我是米嘉乐，所以其实你有跟我。周家安了，哦，周家安，周家安来了是不是？周家安，欸，我其实该下播了耶，我居然还在这边呢。各位，我们是不是要先做我们要做的事情？我发现我现在扯着嗓子讲话，续航力很低耶。我们来，台语小教室一下。Sorry 啦 ，everybody， 这个留言真的像无底洞一样，我的天哪！来台语，来，我们来台语小教室时间，你们等我一下，准备题材。背景音乐非常有劲儿，是吧？
怎么接这首歌？这太不大了吧！我刚不是好运来吗？怎么接曹操？来来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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来 ，everybody， 我们不要理曹操了，我们现在来一个非常重要的时刻，那就是我们下播前的台语小教室时间。我们先把荧幕转过来啊，镜像，好。来来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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，everybody， 我们今天台语小教室要教些什么呢？我们来教一些不一样的，那就是成语“沉默是金”。沉默是金的台语要怎么说呢？告诉我，来跟我念一次，“点点是金 ”，OK？“ 点点是金”。那为什么要这样翻译呢？“点点”嘛，不用讲，就是不讲话，不会说话，静，安静而已，就是点点嘛。点点是金，啊，金是什么呢？很金的意思，是金，就是我很金，我都不讲话。点点是金 ，OK， 好吗？跟我说一次，点点是金。我们来造句哟。今仔日我的朋友吼，足奇怪呢，拢袂讲话吼，实在是点点是金，唔知是咧。创啥物挖沟？是咧搞什么神秘？就是安尼造句的。好，你们现在学会了吗？点点是金。好了 ，everybody， 你们学会了吗？桃花哥说你不可能。桃花哥，我今天讲到你，然后你现在出现，你是不是很不够意思？桃花哥，这造句不行啊！为什么不行？那你告诉我，沉默是金要怎么造句？对不起，我不敢再点好运来了。谢谢陈恩啊，陈恩，你贡献了我今天很棒的歌，就是好运来。Sorry 了，原子猪，让我借一下你的歌。谢谢，这个是谁啊？这个是阳光我送的掌人鼓励。学会了，我们老师小梁是乖孩子，又来教坏小孩了吗？嗡嗡，没有，这个是从爱台语那个教材上面找到的。那个教材如果不对的话，那要跟教材说，不是跟我说哈。我只是不负责讲出来，不负责的老师哟。谢谢水桶妹妹的星座，嗡嗡老师，请问下一句哦。谢谢 C C 的子蒲，还有杨公公的，我每次都想大胸膛，每次都讲错。杨公公的跟 Green Team 的热气球才对。人与人相处有时沉默至今，沉默是金，说话是银，点点是金，讲话是银。可以吧，这不用翻译都行了 ，OK 好吗？谢谢老师教我台语 ，Greeting 是认真的吗？你不要真的学呢，你这样被人家揍，我跟你说，你真的学会被打。等要好运来的话，我先走了。韩榜用好运来，我有急事先下了。我刚看着 Greeting， 然后讲的绿气球，不小心被牵走了。准备提早休息，下次直播见。好，慧香赶快去睡，晚安。现在应该很多人去睡，包括黑流星。我先来韩榜好不好？韩榜好吗？韩榜月榜29名，还是曹操可以喊？是不是太慢了？第19名是苦苦毛，坚持梦想是最闪耀的你。第28名是阿远，今天也是不太说话的阿弟。27名是幻影战士。第26名是新朋友，小友总是讲错名字。第25名是思涵，你还在里面吗？第24名被变身退，几百年没见。
安也是很久没有进来跟我说说话。第22名最近总是会在我台停留五分钟，第20名是第21名是坚固，今天打招呼就不见的粉丝今天没有跟我说话。第20名是悠悠，第三个女粉丝，希望可以跟你聊更多，不用害羞。第19名是蛋挞，总有一天会成为更好吃的黄金鸡的啊，肯塔基蛋挞。第18名是总有一天会见到的晴天，晴天娃娃。第17名，这是谁？我要点开哦。是水桶妹妹说总是潜水的蓝妹妹妹啊。第16名是我的王子小凯。第15名居然是家。你还在里面吗？我在韩榜呢，你要在里面呢，不然我这样子很拍谁呢？安安在吗？安，周家安，小周。第14名是去上班的小倩，第13名是米家乐。你如果下次再不跟我说你是米家乐，我就要叫你三个月的大傻瓜。第12名是柠檬儿，今天突然蹦出一句超人力霸王的 BBB。 第11名是总是念错大胸膛的杨公公，公公偏头痛。第10名是叮当鼠说会来生日会，那天要跟我 say hello。 第9名是九蛋，我今天没有播好运来当韩榜哥，你不要走。我要没了啦，还剩8名呢。好啦，第八名对不对？用好运来，好，来摧残一下你的耳朵，可以吧？可以吧？可以吧？S N H 是吗？我也不知道，反正他们有唱，太酷了吧！我要是谈到第八名嘞，原谅我，今天听到好运来，我觉得太适合当韩榜哥了。老师，我喜欢老师。等你毕业后，我们再交往吧。来 ，everybody！ 第8名是我们的中音弟弟，你好像还没有好好跟我介绍自己，让我对你好像只有弟弟52的印象，希望你可以跟我多说说些话。第7名是汪汪的酱油洛梨，你真的改名字了，我真的好感动。下次看到还会是酱油洛梨吗？还是也要来点餐？第6名是今天就改名的 Green Tea， 绿绿的，绿绿的，还要更绿绿的。第5名是 C C， 第5名是 C C， 第5名是 C。最重要要说三遍。第4名是花生神魔术，我觉得你的名字其实可以改成花生神话一哥，今天讲话超过10个字，所以呀好运来。第3名是护卫哥，护卫有来公演，但是没有跟我说他在里面。该死！第2名是欧流星，欧流星大大他去睡觉了，11点他应该正在跟周公下棋了。最后第1名头贴依然是小刚的欧乐宾，他即将要寄很多欧乐 B 给大家的粉丝，以后要忘记他叫落日一笑，因为
过日语一项金退休，现在开始证明为欧乐鳖，可以吧？可以，可以啦，可以可以可以，好啦好啦好啦 ，everybody。可惜没有耳塞的礼物，米嘉乐，如果你来我们的生日会，你如果中奖了或怎么样，我就送你一副耳塞，然后我就把我那个特长的小礼物收起来，就是不送的，我就送你耳塞，怎么样？米嘉乐觉得不错吧？可以，谢谢你们，谢谢你们陪我到今天，谢谢，这个是杨公公，公公的掌声鼓励。罗仁孝就这样被退休，你为什么要自己讲这句话？这句话应该由别人来讲。好了，没有了，我偶尔想起，你也知道我是个念旧的人，偶尔想起来还是会讲的哈。我到底听了什么？就是 Green Tea 要更绿，下次衣服要比上次还要更鲜绿一点。好，我上次不是刁难你啊，对不起。或是你可以带个三眼怪来啦，我也 OK。谢谢汪汪，我爱你。天哪，今天乐乐跟西西都跟我说了爱我，哎，我是不是要睡不着啦？我是不是很罪恶的人呐？我是不是罪过的女人呐？让两个女人都爱我，真的是好罪恶呢！我是不是要被抓走啦？生日会的设计周边会不会是耳塞吧？如果今天米嘉乐这样提议的话，我会考虑跟成员们说，哎，你不觉得我们这组很吵吗？我们是不是应该要送耳塞？好啦，我等一下，等一下 ，everybody， 我跟你们说，我要来可爱三连拍，然后改，谢谢汪汪，但我行不改姓作，我行不改姓作不改名，我当然不会叫你真的要改名啦，我知道你在忙哈，我只是故意的啦哈，故意的啦，故意的，不要这样子，我知道的，我知道的。但是你今天有讲话，我真的很开心，我是真的发自内心的开心，我真的一切尽在不言之中哈。萌萌你好油，不愧是乐乐，不喜欢，我不要油，我不要油，我要来可爱三连拍了，可爱三连拍要来拿什么？今天没有特殊的东西，对不对？好，来来来，我们来走歌，这个歌曲风笑唱你，岁月流过去，清澈的勇气。好了，我来拍来拍，可爱森林拍哦。好运，哎，谢喽，原子竹借我一下，好运来啊哈。哎，阿红来了，阿红怎么那么晚？阿红，来你会唱妹妹你坐船头，姐姐在岸上走，这听起来有点母汤呢，这听起来真的有点母汤呢。不要跟祖祖抢油条封号可以吗？我不要当油条，我不要，我当那个叫什么，烧饼好不好？烧饼比较没有那么油。 OK OK， 哎，祖祖很适合当油条，因为它很长，它跟油条一样，哎，很赞吧。一没接到吗？乐乐乐乐是这个吧，我刚刚是个吧。一乐乐来，乐乐好啦 ，everybody 下播了，赶快去睡觉。要吃宵夜，吃宵夜，睡觉，睡觉，打游戏，打游戏。OK， 我要去挂网了，打游戏，拜拜。下次见应该是生日会嘛，对不对？哦，我不是说直播啊，生日会啦哈。晚安，哇 ，everybody，love ya，love ya， 拜拜，晚安，赶快去睡。